台湾即时通，了解台湾饮食文化，你上通。大家好，我是渔夫啊。这礼拜来甲各位呢谈一下这个偏食啊的文化。偏食，偏食有人讲板食啊，你个宜兰人伊来讲板食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啊你若是算讲外省人吼，有寡讲话，比如讲馄饨啊、云吞啊，香港人讲云吞啊，吼、啊、炒手啊，四川炒手啊，这些拢是其实。大部分意思都是在讲偏食啦，啊，不过呢，啊，咱台湾过去敢若有这种算讲较即个南方的这种啊偏食的做法，啊，即摆慢慢呢，嗯，啊，就开始有一种咧上海的之外啊，啊，比如讲伫桃园街，啊，以前咱想咧讲啊桃园街啊，有你讲桃园街不是拢个牛肉面吗？啊，唔啦，即摆开始之外吼，有一种迄个上海的即个啊菜肉粉啊菜肉馄饨。哦，那来食食菜肉馄饨者。一般人拢台北桃园街较有名的是牛肉面，但是唔是哦。来，我来看呢，一间赵记菜肉馄饨，吼，这古早时代的外省的上海味。台语讲的偏食，或者是香港人讲的云吞，伫因中国江浙一带叫做馄饨。不过上海的菜肉馄饨是较大粒，所以呢，伊内底的汤汁嘛非常的讲究。伊的肉选的是猪的后腿肉，另外呢，伊的菜是用着荠菜或者是青江菜伫个内底。通常我拢是一个麻酱面，加着一个菜肉馄饨，吼，安尼就饱嘟嘟啊啦。OK， 咱即马吼啊，你看到你也去到这桃园街啊，即马这边咧卖这上海菜肉馄饨，像安尼吼，我为安为着要为迄张啊，我去食几啊碗吼，啊你啊看这顶碗够有啊海菜、海苔啦哈、啊，海苔啦哈，啊再有迄、那个啊一挂遐蛋卷，反正讲蛋条啦哈，这一碗吼，我看去到遐人咧食，够厉害啦！安尼一个吼，差不多啊，看咧到第一定迄七十几岁去，安尼叫一碗足大碗，足大碗。哎呦，迄那食会完啦吼！不过这家有特色，就是讲伊内底是用即个菜跟肉哦，算讲是上海做法。嗯，边个有一间介是毋是讲我做温州大馄饨？各位，温州，我去到中国呢，发现讲都无即个温州大馄饨啦。哦，温州有小馄饨。小馄饨上那边呢，叫做有一个叫做陈立标这类人，啊，这人因为足老诶，啊，所以呢，人就叫伊叫做常人馄饨，啊，温州有小馄饨，但是没有大馄饨，啊，一种小馄饨，该讲咱台湾诶，这个偏食，诶，台湾诶，这个啊偏食啦，啊，伫阮屏东啊，李港遐呢，哦，上较有名，就是李港诶，这个偏食，啊，这李港诶偏食甲挂猪脚，啊，现在。偏食甲挂地卡呢，这真心笑吼。因为啊，迄个时阵啊，这个偏食啊，啊，伫这个啊中国因早期的时阵哦，分作山海两种啦吼。啊，有一种呢，啊，靠山的呢是内底这个肉吼、啊，是用煮的，煮甲变作肉浆，啊，才甲包起来。啊，近海呢，海、啊、伊就是用毒的，内底肉用毒的，吼、啊。那么这个啊，迄、个时阵啊，来到一个李港，先有一个少年人啊，啊，伊来到这个李港，伫1931年啊，在昭和两年的时阵啊，迄、个时阵有一个人叫做赵文富，伊来到这个李港这个所在，嗯啊，因咧去碰到因咧这个啊福州的同乡，啊，这个、台湾啊真侪这个偏食是福州人来教嘛，真侪啦吼，啊，迄、个时阵呢，伊去碰到同乡，同乡就甲讲，啊你。你也无学一下什么什么技艺啊？你是要怎去生活落去？所以这赵文富的改学，啊学落去做这个偏食。啊，即摆咧做偏食的时阵呐、啊，就想讲，嘿，啊这偏食汤吼，啊这那是，即摆是爱用这个啊猪脚吼，啊那撒撒啊撒撒撒撒，用这个做汤，做这个偏食的汤。哎、啊、讲，嘿啊无规去两行啦，做回来卖啊，所以说即摆熬偏食熬猪脚，咱来看，就是景未歹食哦。馄饨呀，馄饨的是停车场哦。哦，我行李好干呢。永乐路二号，搬到对面。我咧摆这边，过完水某已经久。原来是这间几号？这是几号？仁和路44号呢。啊？干什么？
店管家里有。两个汤，馄饨汤，两个汤，猪脚，你们要不要面啊？米粉。就是哥哥的款啦吼，阿公哥哥呢，较行迄个啊超市的路线，就是宅配路线的款。阿公这边是弟弟啦吼。嗯，我们单面，这温度，要吃无？我阁想收一个，看下是真水啊！啊，包料真水，包料真水啊！嗯、哦，分量也够，哦，分量也够。嗯，啊，你喜欢这一种馄饨吗？嘿，古早囡仔因较细粒，即摆阁袂细粒。来包包等，来改变，我很包等，改变迄个冷冻的迄个馄饨。这今天包的啦，放冰箱的。对。你都会哦。三只够细，三只够第三代。啊，赵寿山来这一代，啊，所以我都八十年的老掉。哎，这即马吼，规个庄吼，拢在卖迄落啊，这个偏食啊，咱即马李刚的偏食就著名。哎，不过啊，各位甲看吼，伊即个吼，李刚的偏食啦吼，伊即马偏食了后，伊这底卡底卡伊是用一种许白煮的嘛吼，就算讲沙沙安就对啊。这我想起吼。我差不多吼，以前啊去到德国吼，啊，这德国吼，伊的猪脚嘛分德国猪脚最有名嘛，啊，伊嘛分两种，啊，一种是我那是用白煮的啦吼，啊，另外一种呢是用着这个啊，这用炸的吼，用烤的，啊，咱吼，伫阮屏东吼，嘛有一个这个白煮，另外呢，各位若有去到过这个慢慢的猪脚，就是用卤的。哦啊、所以呢，咱嘛是分两种的这个做法啦。不过呢，这猪脚啊，不管是这猪脚还是啥物，再上重要的是讲你这个食材本身爱好啊。我有一抓呢去到这个啊，日本的这个鹿儿岛啊，鹿儿岛呢，因为人因咧饲猪的环境饲甲真好啊，无咧打啥物的口蹄疫的防御啊，哈，诶，啥物啥物针啊，啥物的拢无，所以因的猪啊，因的牛啊，拢会当出口。啊，咱台湾就受了真多这个限制，就是因为咱家吼过度的使用这啊药剂啊等等的物件。啊，但是我是专门去到这个啊日本的鹿儿岛去食因的六白猪，上面这六白猪呢，就是讲伊的皮啊，伊的这个啊尾啊，甲着伊的四肢卡啊，拢是白色，其他拢乌色的，乌毛猪啦，吼，乌毛的啦，吼。那么这种猪啊呢，因为伊本身是这种非常好的这个肉质，所以呢。因为因饲的这个环境啊，真清气，所以因的猪呢，啊，去到遐吼，人拢唔免啥物，啊，唔免啥物做啥物料理，啥物煮的啦，啥物拢唔免，吼，伊干呐一卡的这个啊火锅客出来，吼，那迄个算讲是一个高汤，然后呢，将伊的猪肉吼，哦，我甲切干呢，啊个摆个像迄种许一蕊花安尼就对啊。啊！你即马将着伊猪肉落去，甲水内底涮一涮，哈，安尼都会使真好食。后来，佮讲倒转来啊，咱即、這个啊，台湾啊，当然咱较无人安尼环境，所以咱足重要、足重视，就是讲咱大家啦，忙起，比如讲口蹄疫来，哇，规台湾的这個、啊，饲猪的拢受害，所以咱一定爱啊。即马最近听讲，咱分林的啊，嘛有迄种叫做快乐猪，啊嘛是讲究的讲。咱将来要将着迄个环境改用较好诶。后来咱即马呢啊，除了这以外，吼，即个偏食甲混沌以外，咱咧知影就是讲，即个所谓的咱即马咧讲水饺水饺，哦，其实水饺或是肉饺，咱台湾人讲啊，什么燕饺哦，即类诶物件，为虾米叫饺呢？饺就是迄个饺，就是算讲四角形的饺，即个慢慢演变过来。啊，这个饺就是讲，咱即马是四，即、这个、四角的即面皮啊，内底个包料，啊，即马个对折包起来，安尼所以叫做饺，这个真新鲜。所以，比如讲啊，伫即中国啊，广东的即顺德，过一回去，去到即顺德的时阵啊，咱知影即中国即顺德啊，
啊，伫这中国为啊中国人来讲啊，伊讲哦，吃在香港，厨出顺德，顺德出了真侪有名的这厨师，吼、哦、伫中国。啊，因此过去嘛是开始有那真熬煮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内底呢，哈、啊、有一种呢，有一个叫做缝不济鱼皮饺。为什么叫做缝不济呢？哎、欸，我甲各位讲，因为生意伤过头好啊，啊，伤过头好吼、哦、说。啊！但你食啥食啥食啥，啊！你是开我这用我这，安尼哦，伊也搞不清楚啊。所以规气拢以后无咧甲你记啦吼。啊！你家己吼，看你食这偌侪钱，你家己算。这是加迄个啊，中国呢有一种叫做狗不理，啊，狗不理包子。我一见去到因这个中国这個天津啊，哦，啊去天津的时阵呢，哎、欸，啊，迄个天津人跟我讲哦，我问伊讲啊，恁呢上面有做狗不理包子啦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天津人哦。遐无认真要甲你回答，你不卖回就好啊。乌白讲讲，那狗也不理啊，所以这个狗也不吃啊。啊、哦，什么狗不理？狗不理是讲有一个这狗子，狗子这个人因为生意伤过头好，啊，伤过头好哈，啊，人有阵时甲拍招呼，哦，啊伊啊无时间插人啊，所以人家叫做狗不理，哦，是安尼来。啊，咱台湾有一个更好笑的这个故事，就是瞒着的，我一间呢。我一到呢，啊，阮祖囝就请我去食迄、那个，吼、哦，就满着滴日本的种冻饭、海鲜饭的对啊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去到遐呢，哦，啊，那这个原来合作，这个啊满着滴想满着滴讲，伊本地要做这个物件吼，诶、哦欸，因为吼惊吼，即因惊到因这个爸爸知影，因爸爸认为讲，我得甲你培养家呢，即卖要开餐厅，什么做什么咧，煮起来的人吼，开安尼。他就瞒着他爹去做，叫如走如何。不过呢，打电话要给各位介绍的是顺德这个哈，这个加心血，以这個、咱一般那是咧做偏食，这个皮哈、啊、是用这个米粉啊，但是不是啊，用啥？用迄种或者咱台湾人讲或者土灵啊、灵鱼来去做伊的鱼皮，哦啊做鱼皮，啊这是安怎物件呢？咱先休困者，马上佫倒转来。台湾食食通，了解台湾饮食文化，你上通。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啊，咱今天咧讲的是偏食这种饮食的文化。我差不多有讲到，一般这个啊偏食拢是用米皮啊。啊，但是呢，我怎么讲的？我曾经去到因中国的顺德，哦，去遐看到一项呢，叫做鱼皮饺，用皮啊来做皮啦，来做偏食的皮啦。啊，是安怎？做来看。缝不济米粉，这是卖啥？这就是缝不济啊，伊顺德的名小吃。啊，伊就是食这面啊、捞面啊、馄饨啊，哦，啊，伊一般人的早餐啊、中餐比较快速解决的那种面线。刚刚咱台湾的迄个蚵仔面线啊，哦，食咧就走啊，路边摊啊咧。哦。绿豆，面是那个招牌啊。对啊，还有烟酒区哦，你看看这里是鱼皮饺，对，传说中的鱼皮饺，鱼皮饺，这是用鱼皮来去做，鱼肉做皮，做皮，啊，猪肉，啊，可能搁一寡鱼酱去甲做馅，迄落做鸭啦，对。啊，伊皮较袂容易破啦，啊，它弹性较。因可能是因为讲。像迄个江浙类迄款馄饨吼，米皮会烂，啊，即款鱼皮做的皮袂较袂烂。青瓜，青瓜凉拌。青瓜凉拌。啊，你爱食这哦？食烤当作食菜脯。肠粉。哎，这个。鱼皮河粉，鱼皮河粉，馄饨捞面，馄饨捞面，啊，这小黄瓜，黄瓜是珍珠啊，奶茶，啊，这就是一间全部拢安尼做的对吧？对，哦，啊，这都是因的小吃精进，哎，食下就会使过去佚佗啊，好，赞，好，安尼继续，咱再往进来佚佗。我甲各位讲吼，安尼为着要研究这饮食文化呢，当然我也去到因中国啊，顺德啊、广东嘛吼，啊，佮去到这个
建啊，就是福州呢啊去研究。啊，这物件位对来无重要，重要是咱台湾人有甲你发展出咱的物件无？后来啊，佫有一项呢，是伊这咱普通他们都讲米皮嘛，讲用米粉来做皮，但是嘛有用鱼啊来做皮。啊，佫有一种是用肉来做皮，甲肉讲甲好伊安尼啊，是一张呢啊，亲像迄种迄落啊，这米皮安尼啊，这种呢，伫中国呢叫做是叫做扁肉啦，或者讲或者肉燕啦。啊，这啊，伫中国福州啊，尤其是这间叫做同利肉燕啊，非常有名。咱先来看，那是啥物物件？这是中国的福州，我即马要食的是因一种物件叫做肉燕。这是福州上有名的这卖肉燕的所在，叫做同利肉燕。一般咱若是咧做偏食，或者讲馄饨，咱就用米皮。但是伫只，伊是将着肉改讲加，亲像一张肉皮。哦，这个三包100，可以吃啊。肉皮内底这个包肉，所以讲这个叫做肉包肉啦。啊，即马咱看到的这间就是开记的老店，林则徐纪念馆。那么家内底阁有一间同利肉燕，我看听听讲遐会当食啦，所以我要等要来遐吃看。啊，是不是？啊，绕了一大圈，伫林则徐纪念馆的边啊，阁有一间同利肉燕。啊，即马生意嘛，愈来愈好做，分店四界开啊一大堆。我这介绍无咧，无咧俗呢。原来同利的意思是同德利厚，利益伫后壁。可是介绍嘛真水呢。为什么叫做肉燕呢？因为用着肉做的皮，甲内底啊包起来的时阵爱对折，对折了后呢，爱从着两边三角迄、那个尾啊，甲伊卷起来，安尼亲像鱼仔的尾啊，所以叫做肉燕。同意肉燕到即马已经传到第五代啊，看过来即第五代呢靠做生意。所以呢，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直营店。好，入到直营店里面看看。这个全家福嘛，鱼丸、阿嘎巴的，阿哥他吃一个燕丝。那什么东西？那是椒仔卵料。对啊，是椒仔卵料。嗯。这间比头顿啊，那个较。全家福就是中南的意思，内底有鱼丸、肉燕、甲燕丝。燕丝是用着迄个肉皮来去做。打肉皮吼，就是等于那燕丝的。啊。嘿，啊这等于一当个包吧，啊唔过是规条的那面的，那唔过是地瓜的，甲地瓜粉。尾啊，要请阮水母来甲伊做一个简单的评论。肉燕吼，比迄个大福星的较好食，啊，这个鱼丸内底肉吼，甲包的方式、选的物件，较有台湾的福州鱼丸的水准，啊，伫饭店食上歹食，内底的猪肉我拢感谢。啊，他们讲到这个啊，福州的这个肉燕呢，啊，你那是。有曾经去到这个啊，台中市里市啊，里市内底有一间啊，咧卖迄种个福州啊三代的这个意面啊，啊伊内底伊个伊做的这个偏食嘛是安尼做法的，对话了，算讲吼啊，讲听讲有哪有用迄种外口用肉皮吼，啊来去甲伊包起来，啊你啊去到阮这个台南这个啊永济啊石木鱼啊，啊内底都有一项叫做肉燕，啊这个肉燕呢，伊就是有哪用安尼包起来。不过咱台湾呐、啊，你包起来是啊个，就算讲四角的啊个对折尔，咱无较复杂，啊无较复杂吼，啊无亲像伊个啊个卷一下唔免啊，咱无安尼做吼，啊但是即摆大部分呐、啊，你若讲比如讲内底肉吼，啊是要甲伊打做伊讲，要甲安尼蒸做好伊安尼变做是一张皮，啊这当然用机器用人吼，啊这样无够迄个啦啦吼。欸、但是呢，偏食这个物件啦，你也是认真做，嘛当做甲真好啊。我有一撮去到香港，啊，香港呢，啊，中环这所在有一间呢，你卖偏食尔，因讲叫做云吞啦，吼、哦，那卖云吞哦，哇，不得了啊！这间呢是米其林的一星级的哦，非常的这个有名，咱做来看卖。
不管是馄饨、云吞，或者是炒手，拢是咱台湾人讲的偏食啦。但是会当甲偏食，也就是云吞这项物件，做甲和米其林来甲评定为一星级的餐厅，也就是香港一间咯。这间伫香港的中环，我有一撮伫遮附近拉拉蛇，煞叫我发现到这间咯。伊上有名的是双拼面，甲着至尊三宝面。三宝啊，这是三宝。馄饨、牛肉，啊，这个是因的上面保养。三宝就是内底有新鲜的牛肉、鲜虾、云吞，甲着鲮鱼球。双拼就是当招牌云吞、鲜鳞鱼肉、甲鲜牛肉三行内底选两行啦。最后就是阮水某的评论时间，食了安怎？哇，看起来饭食那像个袂歹食。哎，哦，嗯，汤头袂歹，真好。哎呦，嗯，一粒那只大粒，系啊，安怎？哇，肉真好。对啊，用好肉的款，是啊，辣椒类安怎？加足香的，足香的，好有味，好好味，好食好食。我嘛来家食看卖，虽然对我来讲咸重度，但是确实嘛是好食。值得米其林给介绍一颗星呐。我即节目内底外景出家，为了中国的广东啦，啊有福建啦，所以去香港哦。安尼有啦，讲了全世界去啊。哎，不过啦，偏心啦，认真做，会当做家吼，米其林一颗星哦，各位。就是讲做代志一定要专注哦，爱用心。所以我伫即、這个啊、台南啊，听到迄个头家，我问伊讲啊，你这好食的秘诀是啥？伊讲两字啊，四字尔啦，吼、哦，啥对四字，新鲜，新鲜啊，这最重要嘛。你的食物食材一定爱新鲜。啊，第二项呢，讲第二项呢，用心，有用心咧做，无用心咧做真重要。所以这是，这就是讲好食的秘诀是伫遮啊，做啥物事业，咱都爱认真，爱认真。啊，这吼对啊，每一个人来讲拢是同款啊。你一定要认真去做，安尼唔才是会当予人甲你尊敬。另外呢，咱这个啊，我直接还袂讲完呢吼，后期阁要继续讲啊。比如讲，咱来讲到华联，这以前蒋经国去食过的一间华联的偏食。所以咱要讲一间呢，是这个食偏食的路，才会当食甲变作是有迄政治味出来，就是迄个林郑引导附近啊，伫台北市的一间偏食店。所以咱阁要讲的是，阮屏东啊，阮屏东的这个偏食嘛真好食啊。迄个人呢？讲因老爸呢是福州人，啊，但是呢，伊一定是台湾人，完全认同台湾，趣味无？来，后一礼拜讲一个时间，再会，我是渔夫，拜拜。